远的一人行，白首不分离，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。没想过失去你，却是在骗自己。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。你只要娶了我女儿，你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那要是我不答应你？你只要抓住这个机会，我可以不夸张地告诉你，这将会改变你整个的人生。混账，你休想跟他在一起。他为了我可以牺牲一切，他甚至可以把自己的肾给我。那不是他的肾，那是谁的？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很有可能就把陆励成拍死在这里。说你爱我。说你爱我，我爱你。哎，快看，说我爱你，许连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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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你。够了，下来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把你留这么晚，大家都喝了酒了，不能开车。如果你现在去酒店，那我送你。算了，你们家还有没有空的房间啊？这是我姐姐的房间，今天晚上你睡这儿吧。谢谢。夜里会有点凉，你把热水器的温度调高一点。这里有热水器，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。你以为这有多落后？村里的线路老化，经常跳闸，我到楼下把电闸合上就好了。哎，算了，你别弄了，早点睡吧。那好吧，晚安。晚安。Thank you.
了你半天，原来你偷偷在这里喝酒啊？你来了，一起喝。别跟我说这酒也是从我们家偷偷带出来的。这是你奶奶给我的。嗯。这里真舒服，好安静啊，我都快不适应没有噪音的生活了。我们过着快速的城市生活，以为自己发了，其实却丢掉了最宝贵的东西。来喝。古人都喜欢一边饮酒一边赏水，多惬意啊。嗯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愁，这两句诗写得真好，以前却没有这样的感悟。新的组织才能平复。有没有想过接受新的人？谁啊？你吗？你啊？你敢吗？你说这话如果是为了安慰我，你就亏大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之所以嫁不出去，就是因为我个性强，不淑女，还有爱睡懒觉，一出门就没了方向感。如果这些缺点我都喜欢，只愿得
语需要巨大的勇气，没想过失去你却是在骗自己，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里，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这清晰的话语嘲笑孤单的自己，盼望能见到你却一直骗自己，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，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，没想过失去你却是在骗自己，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里，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这清晰的话语嘲笑孤单的自己，我很想你却一直骗自己，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，多想唱给你。是吧？啊！你怎么才回来？这么长时间，排队的人太多，路又太远。来，快吃。下回我早一点，啊！来，快吃，还热着呢。嗯，我不吃了。怎么突然间不想吃了呢？你早上不还特别想吃呢吗？怎么现在，是不是胃口不好啊？是啊，刚才是刚才，现在是现在，现在。我不想吃了。好，不吃就不吃，等你想吃的时候热一下就行。馄饨给你放这儿，你早点休息，我先走了。馄饨给你放这儿了啊。回来，把馄饨拿走，我受不了这个味道了，一分钟都不想见，现在就给我倒掉。
我能行。嗯。好。哎，还有多远呢？照这样子，等会下山的时候天就黑了。天肯定会黑的呀。不过你不用怕，走累了让小舅背你嘛。小舅，哈。说什么呢？没大没小的。这么快就摆小舅妈的架子了。哎，海涛。嗯。你种的那些红枫啊、猕猴桃啊，市场怎么样？啊。我准备贷款搞个生态旅游，等那些猕猴桃成熟的时候呢，那些游客就可以进园采摘了嘛。平时呢，我拿那些红枫做小型盆栽出售，本地没有种的，而且外地过来运输成本又高，所以市场还不错了。我建议你啊，可以开发一些新的品种。哎，我这有此意，你跟小舅想一块儿去了。又不是多高深的经济原理，你要是连这都不懂，就白在投行里混了。其实做创意盆栽也不错啊，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上百事淘宝网，上面有很多做创意的东西，所以如果你在百事淘宝网上开一个创意盆栽的店，我觉得生意一定会很好的。哎，那太好了，小舅妈推荐的一定错不了。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吗？哎，你又乱说，没大没小。想当年陶渊明的隐居生活也不过如此吧。他买不起酒又不会自己酿，那可是不如我们了。小舅，小舅妈，来尝根鸡翅。嗯，看看。嗯，烤得不错。今天你辛苦了。嗯，慰劳一下。谢谢小舅妈。苏曼，少喝一点。我再去给你们烤一些啊。急匆匆的回来啊！喂，先上去洗把脸吧，我们要走了。现在天刚亮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发什么神经啊？对，天刚亮，待会儿我们坐海涛车走，在山上我就订好票了，中午我们就到上海了。回上海？为什么？我有急事，如果你不想走，你自己回去。现在放假，连股市都没有开。
纽约和伦敦都在正常工作，很多客户也在正常工作。大的行李我帮你整理，你就带随身物品，我们立刻出发。哎，那奶奶呢？她醒了没啊？要不要跟她说再见啊？再找机会吧，这次不说了。哎，搞什么鬼啊？好不容易才正常几天，又恢复了你那什么少帅的臭脾气。橙子，哎呦，橙子，哎，哎呀，橙子，你怎么要走了也不跟奶奶说一声啊？奶奶，我有急事，怕吵醒你嘛，就没有叫你。看你，这次没招待好你，下次还要来玩哦。这是鸡蛋，自己养的，路上饿了吃。谢谢奶奶，我一定会再来的，保重身体啊。哎，一定要来哦。好了，奶奶，您回屋去吧。我们这就该走，路上小心、啊。小舅，小舅妈，行李放好了，可以出发了，快点。再见啊，保重啊，走了，保重身体啊。我会再来的，你拉我干嘛？走，再见、啊，再见。这不是我家，干嘛来这儿？你干嘛带我来这儿？苏曼，你听我说，你父母在旅行的时候出了车祸。你说什么？那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据说他们伤得很严重，正在里面抢救。病人正处于深度的昏迷状态，脑内有大量淤血，我们正在准备进行开颅手术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根据警察的说法，醉酒司机当时撞向你父母的时候，你父亲是在外侧，你的母亲在最后关头推了你父亲一把，想挡在他身前，所以你母亲就当场去世了。我们一定会全力抢救你父亲的。我前天还有个妈妈通过电话，他们只是去旅行而已，他们只是去旅行而已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要叫我妈，我要叫我妈！请你冷静一下。我要叫我妈，我要叫我妈，我要叫我妈！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一切。你妈妈已经离开你了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救你父亲，他还在危险之中，他需要你，你一定要保持冷静。阿姨子，你还有父亲需要照顾。可以的，我还是建议等他情绪稳定之后再处理后事。这是他父亲的手术单，需要直系亲属签名。这是你父亲的手术单，你要在上面签字，这是你父亲醒过来的唯一机会。我进来。
需要我，我不会有事。不会的，医生现在正在里面，给他做手术，还没结束。爸爸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。苏曼，爸爸不会有事的。你看着我，你相信我。医生正在里面抢救你父亲，很快就会出来的。我只能相信你。是的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我只能相信你，相信你，爸爸不会有事的，一定会，不会有事，一定会没事，不会的。医生，情况怎么样？啊，病人的脑部淤血已经全部被清理了，可能暂时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，请你们不要打搅他。没事了。苏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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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还吊着盐水呢，为什么要跑到这儿来啊？我已经好多了，自己都可以吊盐水。听说爸爸恢复得很快，医生说了，明天就可以转出 ICU 了。我找了一间很清静的病房，到时候叔叔就可以搬到楼上去了。谢谢你，要不是有你帮我忙东忙西的，我可能真的已经……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陪着叔叔，什么也不要想。你的血压已经恢复正常，注意不要太累，没事的。谢谢。现在好些了吧？嗯。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。这是你父亲头部的扫描图像，有几块阴影，似乎情况不是很好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在做手术的过程中发现，他脑部的癌细胞扩散了。怎么可能？我父亲他每半年都会接受体检的，没有发现过问题啊，是不是误诊了？现在，癌细胞在医学上还是个难题，它可能20年都不会扩散，也可能在短短的3个月之内就会长满整个脑子。我建议你尽快联系之前的主治医生，共同制定新的计划方案。这里是所有的相关资料，以及我的意见和看法，都在里面。如果今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，我们会尽力协助。
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医生的意见，还有爸的病历。到底怎么了？刚刚医生告诉我，爸爸体内的癌细胞扩散了。当年他手术明明是很成功的，可是……这怎么可能呢？医生说的不会错。我现在要静下心来，好好想想怎么救爸爸。对，我一定要冷静。爸爸现在唯一的依靠就是我，我一定要撑住，我一定要撑住。放心，我会陪着你，你不是孤单一个。外面的东西味道不好，等一下我们到饭店去吃。不用，我吃。我要吃饱了才有力气做事情，我现在只能靠我自己。我给叔叔单位打过电话，医保方面的问题你不用担心。谢谢。自费的部分也不是小数目，我会自己想办法。宾馆那边说，阿姨的遗体明天火化。我知道，明天。妈，我回来了。什么？医院那边的生活必需品我已经帮你买好了。
收拾好你父亲的衣服，洗个澡，睡个觉。我明天一早再去医院。我想待会儿就走。苏曼，你知道你有多久没睡觉了吗？现在是午夜，叔叔在睡觉，那边还有医生在照顾他。我已经打过电话了，一切正常。你这样折腾自己有什么用啊？你自己也说过了，你要照顾父亲，你这个状态怎么照顾他呀？这件外套是上个月妈妈刚给爸爸买的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明天一早我们就走。我向你保证，叔叔醒来的时候你一定在他身边。你说的对，我现在需要休息，我要照顾爸爸。我待会儿收拾好东西，马上就去休息。这几天你也累坏了吧？你应该饿了。我去弄点东西给你吃。吃完之后洗个澡再睡。你光催着我休息，这几天你也不见得比我多睡多久。不知道。帮你准备好了，这套睡衣是我以前给我爸买的，当时买大了他都没有穿过，你应该适合。是。家里就两个卧室，我爸妈的卧室。没关系，我睡沙发就好。抱歉。没关系的，我在公司加班的时候常常睡沙发，你不用等我了，你先休息吧。晚安。晚安。
醒了。爸。叔叔。阿曼，你妈妈，她没事吧？妈妈她没事。爸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别爱情的相拥，却让友情濒临破裂。我以为我们的友情坚不可摧，我以为我们永远不会背叛彼此。你误会了，我没有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朋友的男友是格外的诱人，是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下贱？爱情会过期，只剩下回忆。忘了我爱过你，你却在。